上集回顾，我们赶上了1个月一次的积分证券活动，打算趁这次活动一夜致富。我们一个手外圈，一个手内圈，结果腿短的主委抢不过拉扯基因，所以跑来内圈跟着我混。所以我们真的捡到了不少的证券，各卖了1000多万。我感觉到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啊！没错，我买到了2把月灵短剑之后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偷很多很多的羽毛了。因为那个活动怪事全地图都有，我们决定去迷藏的2楼，因为那边不好走啦，所以可以刷掉一些就是懒得走的玩家这样，不会走的玩家之类的。我要灰了！哇！我现在99等，已经不能用那个新手苍蝇翅膀。我已经到啦。等我一下啦！哎，我东西忘了拿，我回去拿一下。那你顺便帮我买个苍蝇翅膀好了。好，我要拿出斗内之力了。我拿的这一根是忘了哪个观众给我的诅咒汤匙。哎，你怎么不先进去？我要教你怎么走啊！你要教我怎么走？对啊。我想用灰的呢。不用啦，用走的就可以了。我先给你那个苍蝇翅膀。好险的是啦，50粒，松松啊杯，松松啊，坑底下。是，这个地方因为它地图上没有传点吼，所以这边算是蛮隐秘的啦。对，气势好收窄。对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这边就是迷宫地图，然后我们要去2楼，它有一个走法啦，我们先往右边走。不是用瞬间移动啊，靠腰了。右边，然后一路往下走，往下，然后接下来一路往下，看到下就往下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一只仙女。我为了今天，我还去跟点点借了一个球卡的饰品，很有偷窃的一集。至于怎么借的呢？因为主委要去偷那个羽毛，可是我没有偷窃，所以我要偷偷跟你借那个偷窃。我还不敢跟人家说我是要来借你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讲。对，然后他刚刚就问我说你是要偷什么东西？我说，就偷成功的材料啊。我原本为了搪塞他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入手了一个球卡的饰品啊。就是我偷偷借的，我当然偷完就会还点点，然后大家放心。OK。贝贝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那我就先把它装备上去。看到我有下面的路就往下走。往下。这边不能往下了，所以往右走。我可不可以对你使用偷窃？你是偷走我的心了。再往下走，我想偷走你身上的爱恋的感觉。再来往上。哎、欸，等，不要！啊！这什么？哦，我们99了哈、啊。不要打了，不用跟你、啊、往上。我现在看到肥的就会兴奋。往左。再往上。我的走法呢？就是省略刚刚的，然后用飞的可以看到我们右上啊，我开大地图哈，可以看到这是5×5的。阿列陶康奈，拜拜。没关系，我剪片出来你就看得到你头长怎样了。然后这个5×5，通常我会飞到这一格，或是这一格，或是这一格，飞到这3格以后，只要往上走就会到了。好了，我要上去了，然后再往上，左边。再来就是迷藏2楼，这边的地图很适合偷活动怪。马上看到人有没有？真的？那、啊、你要站上面还是下面？我去上面好了。你喜欢在上面哦？嗯，我喜欢上面的感觉。先把 AGI 点上去。集中药水，好多人哦，很多人哦。对啊，我偷个大角熊加减偷熊掌也可以赚钱的。可以啦，这个攻速我可以接受。千万不要走到三楼啊，走到三楼要回来是有点麻烦。不会啊，往下走就回来了。这么简单？嗯，除非是被那个什么少女。 莫名其妙的少女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！刚要我按到，看，不会吧？该不会要传去三楼了？啊！好险，好险！我被传到异度空间，回来了。神秘少女，你想到神秘少女会想到谁呢？神秘少女，神秘少女派基，神秘少女派基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秘少女派基。 昨天一直在喊着他的扁桃腺在痛，然后拼命的熬夜。我们从12点半叫他去睡，叫到快2点，他才肯去睡。原来是扁桃腺少女，扁桃腺少女。我现在目前战绩是9根，9根，10根。哎、欸，你很会打嘞。 鸟，哎、欸，我需要加加。我们桥上见。等一下，有仙女。仙女比较重要，仙女比你重要。快点加加了。等一下，左边又有一个仙女。哎呀，被抢了，林老师嘞。我是，哦，谢谢。干么呢？37度半。 我们来对个数量啊！你先25啊，25根。我少你2根。哎呦，少你1根，少你1根。但我玩盗贼到底有什么用？砍掉啊！你不要换别的。偷窃已经不再是盗贼的本领了。没有啦，我这跟点点借的啦，晚上就要还他了。我怎么可能？ 占为己有呢？你很有可能占为己有。不行，这是点点跟别人借的。点点还说不敢跟那个人讲，说要借大钱，怕他不借。阿杜的歌要唱要很沙哑，然后要断点。哎、欸，啊一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点。你给去听你，你会看一下。你就是我完成。观众看到会不会退订啊？不会了，已经退订了，从来没有订阅过。对啊，没订阅过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影片观看数永远都比我们订阅数高，奇怪。然后从这一集开始，我们的观看数就开始比订阅低。哎，你有没有学那个捡石头跟丢石头？ 没有没有，那太慢了。如果他在神秘少女那边的话，你就拿石头丢他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学，丢他那个、哦、没有学，那个妞就会过来的。所以以后路上你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走过去，你就提着头去 get， 你就过来了，过来跟你拍。小姐，小姐，快点外掉头毛，他都弹过去耶，又一个仙女。 哎，靠腰就看一下你。我要不给这送给你。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！狂暴大角熊，换武器。你可以吗？哎，他要帮我们打哎。成功！狂暴大角熊 KO。所以啦。哎，我偷到200个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咱们回家啦。 去洛阳。哦，这边有人在那个练习对拳。哦，好多人在这边练武功。对我来练武功。哦，好多人收东西哦。画像11万，抽到3个不就33万？哎天哪！来，我这边有156个羽毛，可以几抽？30抽是不是？那我要开始抽了。我也要，希望可以抽到爱恋的感觉，希望可以抽到泡泡糖。第一个马牌，第二个我爱你烟火，我也爱你。天果，哇，好棒！天果，我也是天果。爱心泡泡糖，虾米，赶快带起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们两个，快点，旁边位置给你。哦、我们两个是不是抽反了？对啊，我要你那个，你要我这个。爱仔真的是齁，继续。哎、欸，烟火。马牌，烟果，马牌，马牌，烟果，烟果，烟果，力量防护。我决定用另一个方法，我要远离你。快！我还有几抽？我还有11抽，我最后一抽了。来吧，泡泡糖！干！哎、欸，泡泡糖！你抽那么多泡泡糖干嘛？两个泡泡糖。哦，巧克力，我抽完了，剩2抽。烟火，爱心泡泡糖。各位观众啊，你们看到我的物品栏旁边有3个泡泡糖，这是我右边那一位想要抽到的。干，然后我有爱恋的感觉，抽不到。然后他有泡泡糖，结果他先抽到爱恋的感觉。干，天果啊，这些都给你卖。管钱的，可以。那我们去解个离线露天好了。出街，孟罗克北，艾尔帕兰，你哪哈？那要衰啦。加一个啦，啊不，卡巴这边来行啊。你是要顺利你？点点刚好在耶，那我把我的装备还他好了。好，我用寄信的，亲爱的点点，我未曾看过这么美丽的。妖术是你，谢谢你的偷窃，刚温，37度半。这个球卡的饰品我就寄还给点点啦。我要去回任务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，哎呦，被打！我给你一个很神圣的任务，你去中央查它的价格多少。啊，我去挂店。你要挂在哪里？我要挂在艾尔贝塔呆呆，看中央卖多少，我就大概卖多少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有人卖耶、欸！看他挂多少？把费11000，蒙布朗14000。没关系，我只能挂3个，我就先挂3个吧。你把那个活动补品先好了。嗯，活动补品先，我挂个12000好了。草莓奶油蛋糕，哦，那个6000到8000，但是8000啊。赚个水钱儿，我要挂旁边。我挂在这里，我挂在这里。哇，这些东西要是卖掉的话，快200-300万呢、欸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300万喽！耶、yeah ，还没有算画像那一些哦。你这样被2个大琴包围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好可怕啊！2个气球。好了，那今天偷羽毛就这样咯。那下一集我们就去转身喽，没错，我准备转身啦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好累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又到了念信的时间啦！我们看着海来念信吧。哎呦，有钱呢！露天商店销售道具多少钱？等下再来看。我们来看一下信。来，第一封是 MONIR， 怎么念？摸摸茶，摸摸茶。他是什么回锅玩家？他寄了好多封哦。1、2、3、4，4封。我们来看第一封，没在吃活动补品，我刚挂店卖掉，你全部都寄给我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不回寄的话，那个也会消失啦。现在离活动已经剩没有几天了。好了，然后第二封，给我赶快！还是活动补品哦，还是活动补品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什么圣诞木材蛋糕，加爆率的吧？对啊。好了，收下来了。改天主委忘记是你抖的时候，我再拿来给主委吃。第三封，哎、欸，他寄了2个幸运靴给我、欸，哎，然后有一个有洞的，有洞的又有附魔老板，暴走魔法，笨手，原来是烂东西。这个希利鹰眼的是也是没有用啦，因为幸运靴用希利鹰眼就是游侠在用的。对啊，你也没有游侠。对，转卖的话又难得不收了，好不好？我2个都寄过去，真的没有用到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声明一下啦，观众抖内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不会挂店的，就是抖内的可能补品我会稍微吃一下，装备可能会偷穿一下，可是我不会拿去挂店卖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有点过头了，迷失自我了。对啊。补品我还可以偷吃，有没有？装备偷用。好了，寄回去。然后第三封还是他寄了魔短剑呢。哇，这个我们之前有收好多根了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腰短剑。魔短剑的话，我拿去拍那个好了。那个什么系列？赚钱系列。我那一把给你用就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我2把拿去充假期。好了。你的吸引股就收下啦，腰短剑真的没人要用，完全。然后下一封信是他的 ID 是非洲血统想转正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创的。他给了我4箱速度激发跟38个神秘纸箱。哇，又是纸箱！哇，找个节日再拿出来开好了。下一封是晨曦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收，这只 ID 也是点点的人物哦。如果你老公老婆问为什么有，就说你买的。好，我买的。点点爱你们，加油！好，我知道点点爱我，爱不爱主人我不知道。他寄了一点点的鲜白跟年糕，既然是点点的心意，我们就只好转成查尔斯的东西再抖回去给他了。这里我就收下了，老茶我会帮助他的。对啊，他有在老茶有角色。当初他去老茶，我有稍微给他一点点钱。哦，一点点而已吗？嘘嘘嘘。好，下一封信是什么？端木晋月，感谢晋月，感谢晋月。晋月伯恭维，他寄了一把炎灵魔杖给我。他是不知道我现在的5级比炎灵魔杖更好了。好啦，那我就不收下啦，我也不回寄了，因为我收下回寄。我浪费我的钱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你可以打一点字，我念出来会比较有互动感。下一位是李牧阳，拜托大秦帮我把这把武器给主委。啊？什么武器？邪恶武器。是160等那个邪恶武器啊？不是，是70等那个邪恶武器。还有一个西里纳克。快点啊！那个很多观众都说要你接抖内，你要不要拿了？不用啊，我现在过得很爽，真的啊、哦。对，就不用了。好哦，这个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位李牧阳同学，你有听到哦？不是我不给他哦，是他不收哦。哦，是我不收、哦。好，那我就摆着啦。不是我啊？怎么？信摆着，信摆着就好。信摆着啊！我现在90%，我也没办法收啊。OK， 然后我们要来开箱上次挂点的东西了。上次挂了一些活动补品。哎呦，蒙布朗全部卖掉了，拿到了163万。哇，还有一封，这个是什么？草莓鸟蛋糕卖掉10个，拿到8万。然后离线露天的寄回来好多给我，那我再拿去挂好了。那我的信件其实蛮少的啦，这样也不错啦，就是想讲什么全部寄到主委那边去。他每次拍信都要拍很久，真的。那今天的信就念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。